一定要在这里哦。OK， 对，脚要先过去。如果你今天脚过来是这个位置，哦，那你就要必须要碰到两次才够过来。好，所以我今天不要两次，我一次就要过来。好，所以今天你把你的脚放在球的后方 ，OK， 可以吗？好，把你的脚放在球后方 ，OK。好，然后碰球那只脚先过去哦，哈。你今天是右脚碰球，你右脚先过去，然后左脚再跟上。顺势就要过来了，我这个动作我要做很快，了解吗？我不要一二太慢了 ，OK， 一就要完成了，好，一就要完成了，对，好，原地可以做看看，一起哦，好。如果碰球的时候，我身体还是这个感觉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马上往那边去跑，所以我今天要这样子。你看，如果碰的时候我就过来了，好，一我就要完成了。